我看这一题，在比方说 x 满足这样的不等式，那么他要问 x 的换点。好，那我现在哈给他取对数，等于是啊去指数了。去指数的话，因为它底的话哈，它是呢小于一嘛，底小于一的话哈，你取对数以后的话，不等号颠倒过来，就 x 平方加上三，小于多少呢？小于四 x。好，那就得到什么呢 ？x 平方减 4x 加3小于，这个可以因式分解。好，这是 x 哈减3的，然后这个呢 x 哈减1小于，所以 x 哈它是小于3大于1，这个就是它的换点。